恩无法说尽一切，我们北屈了自公菩萨，动员2000多人投入了整个医院大清扫，那我们的医护同仁也都投入啊，很细腻细腻的清扫。自公菩萨把这个医院当成自己的家，因为呢，一块砖一片瓦，我都是慈济的爱的能量造成的呢。所以啊，他们长期维护的，永远不干涉医疗的行政，他天天呢都爆出了感恩感恩大医王法医大士，他们呢常常都会来打果汁啊，医护同仁都很辛苦，让他们做个点心喝杯凉，这都是平常的自公菩萨照顾了我们的医护同仁。那每一年都会有这一波的大活动，保持了我们医院的干净。那大林呢，大林今年是19年庆啊，他利用星期日分成了10几个县呐，到乡里去居家关怀，太感恩他们了。反正套房的话，他们来，各看着我，他们过来，人家就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因为他没办法下床，就是有需要跟他们讲，他们会帮助的。我也有了解病人真正的苦，我们才能够从内心里面真实的付出，因为王诊的个案往往就是医疗里面最苦的病案，到那边我们当然能够看得更多，也能够让我们的原动力维持不变。医护人员因每天管理病人来对看病人，跟因出来往进看这些关怀和照顾好，还是讲在需要无法度去病院接受医疗服务这些患者吼啊家属，我感觉对于啊每一个医护人员的慈悲心真有启发性啊，所以因等于到病院以后，也当用这款的动力心来照顾啊病院这些患者。在苦难人的家看一看啊，需不需要再换药疗伤看病，我们以前叫做王诊，那一种义务王诊，很诚恳把这一群当成家人呐、啊。时常利用假日，他到乡下，到我们的照顾户家去看一看，脏的地方他们代替他们打扫清理一下，身体呢需要换药等等，这都是医疗系统感恩呐、啊，这就是慈济人文打从内心的爱去付出，这就是每一天的人与人之间汇合起来一个方向的，所以天天都在感恩中，感恩啊，都分享不完的。当初我们要盖医院，从杨世彪教授、杜院长教授、曾院长教授
这一群，他们才60出头，我要请教他，请帮助他们呢，还是呢壮气宏广？他们很用心扶持了我，现在回头看啊，年龄呢，李卫士已经今年100岁，101岁了。那现在的曾院长也90近百了，高长我了，近罢了。曾院长周围还有这么多的慈济的，他很有福的，就是归心窟叫过的，什么时候去看他都是干干净净。因为就近的这一大群，就近啊常找，大家都是有那一份的感恩心，很真感叹呐、啊！不足为丰富，周围生活不缺少，同样啊，也是苦啊！是啊，时日都在消耗的人的体力，也不断的人间一切相啊，都在变迁中啊，只是我们人不觉啊。所以佛陀在时刻都提醒着我们，人生苦，苦在行运消耗，这种行运的消退啦。所以在人的身体好好的感受着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啊是无常，观法是无我。但是呢，人间我们静心力，我们将要为东回呢建立了有根的家，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土地，就地为建。那所为建的呢，是割下来的茅棚，一年就会烂掉的了，几个月就会被风吹掉的。这一波的一代政府重视啊，每一个就是给他有钱赚的土地，把握这个时候，我们要为他们盖一个有土地有家，所以有根的家园，同时呢也帮他们呢、啊、来计划集春，是小春呢或是乡呢或是镇，要把它分别出来。学校呢是村小或是乡中小或者是镇的，这都是呢要
好好规划，因为我们有一大群的为了东非发心，一点一滴点滴力量在付出，这样的付出他们是大翻转的人生，这就是要集中人的爱，为他们希望工程，未来的希望，希望工程。